今天是不是快时间一起进入我们的董事婚家蓝婚书十五号在水阳国社的活动中心举办来家就业一手搞定2023年嘉义地区秋商联合现场精彩活动，邀集到26个事业单位提供912个工作的机会，其中又跟以劳动部推行以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奖励方案的餐饮和旅游业为主，希望协助到劳资双方来找寻适合为工会更有优秀的人才。来家就业一手搞定，2023年嘉义地区青商联合现场精彩活动，十五号伫咧水阳国小的活动中心登场。嘉义市长吴敏辉和劳动力发展署婚嫁男婚署副婚署长柯惠香，专工到场为求职的民众来加油打气，希望透过今日的就业媒合平台，和劳资双方伫咧上短的时间之内，会当找到适合的工作和优秀的人才。希望透过这样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而且我们也用一个多元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找到最好的工作以外，我想最重要企业也找到好人才。其实在这一个缺工缺料的年代里面，我们尽努力，而且也很感谢我们教育单位能够很扎实稳健地做好人才的培育。当人才要进到职场的时候，嘉义市政府也同时提供了多项的计划，也是让我们年轻人能够把年轻人留在嘉义。也非常谢谢劳动部云嘉南分署今天副分署长亲自来，那我想携手合作就是我们未来我想未来拼经济而且拼就业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大家和谐，大家认真努力，这就是嘉义的特色。我们感谢大家努力，希望以后大家面对的许多挑战，我们能够更坚持、更努力，做得更到位，做得更好。感谢所有的企业朋友，还有劳工朋友，大家的用心。今年度除了有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补助的公部门暑期工作之外，还有嘉义市政府十大基金计划资助经费，首度来推行青年职涯体验和工作加薪计划，为青年开拓企业工作的机会。会长除了规划企业面试之外，另外还提供努力健康检查、职涯咨询、职业训练招生、身心障碍就业、中高龄就业和青春障碍等等。相当特别是这一届活动，除了针对完成线顶努力填写，佮提供100张的电影票抽奖机会。另外，针对着市民参加活动，而且录取了后就业满3个月，佮提供咖啡机、微波炉、气炸锅和电视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伫咧家己顺利来就业。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三家己市彩虹报道。你好，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好，今麦登革热做一样的时阵，高峰期啊，咱要预防登革热，配保的4个口诀：循道清刷。循道清刷。对，经常去循一下，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好，循循看，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倒水，因为有一点点水，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哈，减少那个积水容器，哈，无必要的汤啊，咱尽量来运掉，哈，啊，再来恁刷洗，如果咱老积水的汤啊，咱爱改刷洗一下，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遇到水就爆发来，好，啊，咱大家身体较健康，好。谢谢。哎，大哥你好，我是市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哎，阿宇，咱起来就得咱那个菜园啊。好，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好，啊，因为呢就这多个管理，所以咱希望讲吼，你会当树啊咧，哦，做一种较大桶的，啊，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哦，啊，我做完收起来，你甲你包的就用12包的包仔包起来，好，安尼一种管理，较袂有生登革热的迄种个斑蚊安尼。各位乡亲，大家好。登革热是由斑蚊传播的疾病，传播的速度会很快，请大家要特别注重环境的清洁。如果有废轮胎的地方要清除，否则应该打洞，避免积水。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最好每天落实循道清刷，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登革热的防治。
房子，大家一起来。是登革热一定行。